得从这儿排队。现在到这个天门山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哇，太美了。这个我选的是 B 线，它分 A、B、C 三条线。C 线我不知道 ，A 线和 B 线正好相反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选 A 线呢？因为 A 线是从上往下，就是走楼梯哈。B 线是从下往上，费力嘛，所以选人少，所以选 B 线的人多，它少。但是 A 线的卖完了，没办法。跑到最熟的就是他，我跟你说，每次你们走，你以为每次一句话，没人去哈，厕所太堵了，他抖了。看来今天人不是特别多，今儿就下雨嘛，所以人少。但是今天周日，周六，周日。里面口袋，内衬口袋，里面口袋呢？自助检票。不用刷这张卡。哇哦，真美！这咱也不走多少道，也是坐索道。我觉得这条线，这个时候只有下雨才能出来这种感觉。过安检。尊敬的游客们，天门山是森林保护区，请留下你的护照，大包小包过一下安检。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天门山是森林保护区，请留下你的护照，大包小包过一下安检。老人说你让他买票，他买一点吧。
这是个剧场哈，对，哎，那鱼不小啊，跟上面看的那老大。对，这是剧场。雨中等等着，别有一番景致哈。别人跟停车哎，老许，跟停车吵脾气，上手就行了不？一句英语。我操！跟在飞机上一样。也被称为是两处之川，中华第一宝贝杜西木的家乡在此。Thank you.
这栈道它咋建的呢？上天梯，一共是999层天梯。哎，好。你看啊，这个999层一直到天门山，这香火鼎盛，这么多人烧香祈愿，这一边爬着梯子一边跟大家聊聊，这什么也看不着，这以后千万别雨天了，这雨天不行，雨天等于钱白花门票钱。其实他这个我觉得雨天啊，他这门票啊应该折半儿。就我在这种寺庙啊什么也没买过这个香火钱，从来没买过。其实我倒不是不相信释迦牟尼，我其实挺相信释迦牟尼的，我相信他什么，我相信他的那种与人为善，相信他提倡的佛家那些个对待人呢就为人处事之道吧，我很相信他这些东西，种善因得善果嘛。我相信的只是他的这个做人的道理。哇，这么垂直，但是我并不相信他能够保佑我什么，这个我，嘿，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我觉得，这就像什么？走，不走，我走。你们两个天着一块儿一个。走吧。啊？好了。哎，生气正好算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回事儿。为什么呢？这他这个就是个老师而已啊，就像孔子一样，你要相信孔子能保佑你，不可能啊，对吧？加油，到底了！
看着天门山，下雨的天门山。继续走，这事儿慢点拉的。扶梯坐了有半个小时，大家看着，整整坐了半个小时。上来就是消费的事儿。云中漫步啊，虽然什么也看不着吧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景色还是很美的，对吧？999节台机轻松而过。一眨眼就这么过去了，这个我感觉像在飞机上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我靠，那个弄车差一点点，我操车操不过去，还不是这玩意儿轰油门。他操不过，他给我们跟他本来就得摔着到我，他突然我这么一摔。白要不要要好哦？刀柄哪里有？没有，他越的，他越的。什么都刷了？都写都写，什么都折好了，什么都折好了，是吧？全是人。
还有个包裹呢。我本身也就在路边。路边是说的下掉。悬空寺的木塔，悬空寺是哪个？Oh, yeah.